欢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这是台湾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阴阳日月最长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君圣教，易经大学，大凡寺所有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今天6月17日，我们继续回归上课。最近台湾疫情来势汹汹，但是这一次的疫情比较温顺，比较温和。那要我们休息7天就好了，和平相处。这个都是因为王禅老祖圣智开示我们，大家努力修行。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千万遍亿万遍的功德呢，来回向给瘟神。能够回向给他们，奉送他们回归蓝天净土，成就去吧。所以我们大家都很慈悲。光今年水陆大法会就送了160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所以把整个的瘟神，原来武汉肺炎这个变种越变越凶，结果来到台湾上空，我们各分处道场、各个学员同修家里，我们大家努力诵经，来回向，来供养，这一让瘟神。他的杀伤力减缓了下来，这个是很难得的。老祖还没法会以前，今年年初就开始我们要认真诵经，各分寺道场要做齐安消灾的法会。结果所得到的待遇就是瘟神的杀伤力降低杀伤力哦。我们很感恩玉皇大帝，感恩瘟神，大家能够体恤众生，来世间大家要相互的尊重珍惜，天地之间是众生人与人，众生疫情煞神瘟神共同生存的空间，也因为人比较有这个智慧
团结，所以会讲出很多的方法来对治瘟神啊，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功德力，就是人的智慧。在老祖在最近啊几天来开示我们，注意哦，提醒维新弟子要注意啊，瘟神开始要点名，点名啊，你举手，举右手了，他这人你是他的好朋友，就进到里面来，暂时就大嘞，啊，你就确诊了，啊，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去注意举左手右手。那老祖就传了一个上圣的心法，就是要时时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念这几个真言，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这是真言。百千万遍啊，这个是神咒，神咒就是真理，也就是真言。这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在当下性当今啊，经宝上的最多的就是《鬼谷先师天德经》。这几年来上了亿万遍，所以这个是变成啊那个宇宙的能量。我们在这里送发出的能量，整个台湾上空都盖住了啊，盖住了一层很厚的玻璃，那这个就是神咒。啊，这是鬼谷先师天德经，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时时刻刻来念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南无鬼谷先师天德经啊，让你的灵性和人体内的真气与虚空法界满三千大千世界的诸佛菩萨龙天护法的天威合而为一，学习台湾黎明演播新公庙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消灾化解啊，可以和瘟神解冤释结啊，我们自己念
南无鬼谷神书天读经，经的音往心中传达。啊，南无鬼谷神书天读经，南无鬼谷神书天读经，让你的体内的能量啊，借着天德经的功德力、威神力，来散发出到你的身上任何一个部位、任何一个细胞，而你的身上的细胞啊，就有真气。这个真气，真气就是能量。啊，所以老祖传了这个上圣的心法真言啊，叫我们自己补充自己的真气。四十年来，我的谨遵的老祖师尊随时随地啊给我加持，从自己的心来补充能量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自修练习补充自己的能量，正道的结果真实不虚啊。所以我今天传给各位啊，希望各位同修要有信心老祖所开示的真言，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必得圆满。求真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啊，真己，真己自信能量啊，自胜能量啊，从阿开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气能量，你要到达阿弥陀佛的境界。没有那么简单，也没有那么困难。所以老祖他是西方直立极乐世界的一个大护法，阿弥陀佛的大护法，阿汉观音菩萨同样是阿弥陀佛的大护法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势至。所以光降到三佛世界来，观世音菩萨先降下来，到最后阿弥陀佛再派王禅老祖下来，来到世间。来到世间修行，来普度众生啊，才在民国71年
以前啊，王禅老祖还在云游法界，他才不下来啊。观世音菩萨啊的慈悲感动了王禅老祖，王禅老祖才答应要下来啊。在当时在天界，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找到王禅老祖啊，要这个天下太平，台湾平安，必须要王禅老祖的威神力啊。祖师到处找，找到王禅老祖，找到了，老祖也不下来。他说世间难度啊，祖师去求瑶池金母老母娘啊，请我老祖下来，老祖也不下来啊，求天公玉皇大帝，老祖也不下来。老祖跟玉皇大帝说，世间不好度啊，不然你下去，我来做提供。这提供也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是大罗金仙啊，找了好多大神地藏菩萨啊，来感动王禅老祖也不下来啊，找到药师佛释迦佛他也都不下来，后来只有找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呢啊，找到王禅老祖，观世音菩萨跟老祖说，我已经来了多少劫啊，那啊，你在那边纳凉，就感动了王禅老祖，才答应下来。因为王禅老祖他在春秋战国时代，他欠了观世音菩萨的钱，观世音菩萨度了王禅，他的名字叫王许啊，度他去修行，母女被观世音菩萨度去修行啊，王禅老祖才会有成就，为大罗金仙，在中华文化的道家成就为大罗金仙。事实上，王禅老祖他是阿弥陀佛左右护法，也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所以王禅老祖下来了，才民国71年6月19日啊，光降台湾市，台湾净土啊，台湾市台湾祖师的圣殿。
三宝佛前降下来了。啊，开始开示要开启蓝天圣文，唯有把蓝天文打开来了，啊，诸天圣神都会从蓝天而降到台湾净土。台湾祖师他要来顾台湾，啊，他顾前一段开蓝天门是台湾祖师所领的天命，所以他就请王禅老祖下来，啊，那蓝天门才能打开。在1971年7月23日，蓝天门视线在台湾台东大武山顶上的天教穴，在那里打开空界蓝天门。所以那时候打开来有开天九位菩萨、九大菩萨，老祖是其中的一尊大菩萨。啊，在蓝天门，九大菩萨啊，各自发表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台湾平安的上圣心华，向玉帝禀报。最后，王禅老子他提出的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才能挽救地球的劫难，啊，才能帮助台湾的平安。所以在台东大武山顶，大武山顶，这边是东海。啊，那这是四周台湾都是海，啊，这个在这里，蓝天门在上面，大武山顶就是一个法船，再到法船再到，啊，往北行。所以整个的里面的九位大菩萨，开天九大菩萨，啊，中间啊，中间一个大菩萨，其他八方啊，其他八方啊，八大菩萨中间一位就是天王提供法传，掌握者是提供玉皇大帝。所以当时开启蓝天啊，观空法界非常的妙，我一直到现在来都没有把它揭露、揭开这个谜，所以今天揭开这个谜，给各位同修爱来了解这个谜里面的真髓、真实意。你们以后修行才会不会偏差了，
啊，那么当下在台湾啊修行的九大法门啊，就是九大菩萨，都是在过台湾。啊，当空济公古佛哈哈如来，一个的当空，过当空。所以最近美国、大陆、日本啊，在演习海上军事演习啊，这个局势借攻啊，他的管辖区内啊，所以台湾有这些菩萨各自各地的方位，所以这里就济公古佛。那么今天来到大凡寺，我为什么要在大凡寺这里今天又回来上课？事情那么严重啊，同修那么的热诚热心，这是有原因的，是你们的护法神带着你们一起回到大凡寺念佛堂，来这里共修，来听起法脉根源昆仑山。最高境界的点，昆仑山，就是我们的佛性的原点，道家原点，就是母娘红军老祖。啊，为什么要在大凡寺来揭开这个谜底？啊，因为大凡寺这个维新圣殿，坐西向东，地水师第六爻。啊，地水师就是明阳两界的战争，空界的战争。啊，才会在视线在世间，那必须要仰仗大凡寺维新圣殿的药师佛，他的天威神威，而以济公古佛掌握张东方东海的平安。在济公古佛哈哈如来啊，早上一大早我上仙罗寺，他就在大门口等我啊，然后我来大凡寺了，哎，跟着我来到大凡寺，哈哈如来，你们有没有哈哈？啊，你们就所以，啊，圆朝法师担任住持，啊，这里
今天开始要在圣殿前供养酒杯的高杯的米酒清酒，相点着供养哈哈如来开天九大菩萨共转台湾平安世界和平的法轮，这样你们的功德力不可思议啊！供养这么久，在仙佛寺天坛供养每天500杯，供养昆仑山脉下来的500罗汉尊者，500杯等于100罐，1罐30块，给同修去登记，结果很快就登记圆满了。那大凡是这一点的供养啊，我们也欢迎回来上课的供养1罐不嫌少那杯子林俊杰师兄他供养的每一个道场都有100杯你们可以用那个杯来供养济公古佛哈哈如来所以这个很多事情都及早安排，只是我们没有察觉，不知不觉所以今天我们下午就可以开始供养排在药师佛座前另外一个桌子长的桌子供养高杯也不必太多高杯的话一气化三千一起化三千那就可以化多少杯呢这个供养这个酒供养济公古佛哈哈如来供养东海这些这军事兵将大家帮忙准定海底安尼硬安尼戆，都袂记你笑怕，你知影意思无？济公，济公古佛，伊的酒，五谷精华液，酒是烧下出的。所以所以你们这个酒供养了收起来了请你把这个送给供养的人供养2罐你这2罐来还他们无人供养你再给他供我再往我来供养，但是供养完毕了，你爱怒行我，因为迄米酒有真大的功德力。这一次疫情老祖开示传心法蒜头靠脆脆一粒靠脆脆
啊，落去浸酒，啊，浸车半点钟以后，确诊脑痛的、无声的、会发烧的，啊，心口拢白掉的，迄酒啉一注啊，一工分多几家啉，啉着茫茫茫一工无紧，啊，啉落确诊可以预防。好，咱迄个设计师邱慧平啊，设计师一到确诊，问我要安怎？我老鼠刚传道出来，米酒浸蒜头，啊，食得足咸的，啊，真咸就无紧。啊，你啉落是哪喉转来开？啊，一般会发烧，一转呢，伊袂发烧，啊，很快就好起来了。啊，这就是老子所传的上圣心法，消灾化解。啊，你解冤释结，用个酒来供养瘟神。蒜头来杀菌，杀自己身上的菌，啊，酒来供养瘟神，按得来，你就会防患未然。所以同修啊，咱这里身体平时咱爱保养，平时咱爱预防，啊，安听无？啊！但是你莫啉到醉茫茫的，哈、哦！啊，这老子所传呢，世间一切珍宝，拢有伊的药性，拢有伊的功德力。啊，你若食的真甜，还是你用配烟肠，配烟肠。诶，味足好诶！啊，食落身体够健康，啊？加啉几啊杯啊？加啉几啊杯哦？嘿啊，加最贵啊个，吼、哦！所以同修，我们啊学道修道，就是平时如何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我们这一次。五月五，正气开，正气开天，啊，恭请啊五百罗汉尊者如来光降台湾净土，共守台湾的平安，过台湾。所以每一天，啊，咱有一百罐、五百杯的米酒。来供养，啊，这呢，就是五百罗汉尊者，啊，因在天顶，啊，就真悬的山，啊，拢足冷的，所以下来因甲托讲爱米酒，啊，那么相对的五百的罗汉，光降台湾净土，过台湾。啊，这有真深的禅意，所以我才供养五百杯的酒。那么昆仑山脉遐尼悬，啊，昆仑山啊，昆仑山顶6700。公尺，6700公尺的昆仑山，而其中它分五条脉，它分五条脉落下来，啊，五条脉第一条到欧中。
啊，要调到太行山，啊，一条到台湾玉山，啊，一条到韩国，一条到印度。啊，五条山脉，五大洲，啊，这是非常殊胜哎。然后再分支间接支脉，啊，所以让你学这个道，爱了解山头，也山脉也分布状况，啊，然后我们再来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山脉？在争的是什么？人类在争的是什么？啊，只是争不知里面的珍藏奥义。所以今天我会把这个珍藏奥义讲给各位了解。祝福各位。